立正，站立，站坐。大家吼，爱较有精神的，遐尔啊远的所在来，你听无精神，安尼讲收的就无效。各位学员，大家晚安，大家好。免先拍波啊！我要甲你考试，你目睭先揢起来，袂当偷看哦。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用牙齿袂起？安尼较袂讲哦，安尼有个人歹势个啊，牙唔对方笑啊，都目睭拢揢起来，拢揢起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搁讲一摆，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的，请牙齿。搁一个问题啊，嘿，哎，拢卖看，拢卖看。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个，讲一摆。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个，对个举手。来，大家目睭拢闭好紧。他拄啊吼，他拄啊，迄第一个问题吼，五分之是举手啦，欢喜个。台湾是台湾人，台湾。啊，国宾饭店是国宾饭店。住伫国宾饭店的人个，无人举手。各位，在座各位啊，拢足自私啦。是安怎安尼讲？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个，足明显个嘛，唔对嘛。啊，台湾是台湾人个台湾，这敢对？所以看伫倒。你讲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个，你住伫遐，迄边饭店就是你个。你知影讲你无所有权嘛？你无所有权证嘛？所以你讲哎唔对嘛？啊，人甲你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你讲迄对，所以自私啦。你啊看，用即句话，你就会敢看出来讲政治人物要甲咱台湾人大家人骗，偌简单就好。看即款的口号啊，吼！要求大家拢足欢喜，唔对啦。我阁问你一个问题，我即间厝，我过户户潘志宏啊，咱的迄个宜花东州的副州长，我即间厝哦过户户潘志宏啊，因为即间厝足大间的嘛吼，啊潘志宏呢？伊有所有权对不对？他拄啊，总理你上课你拢无伫听呢。台湾挂日本啊，哦，所以日本都有所有权，伊是讲一半尔啦。但是我等下再来讲原因啦。我即间厝卖予潘志宏，潘志宏有所有权对不对？我交过啊，是毋是？免惊啦，较大胆回答啦。挂予伊，啊，伊有所有权嘛，对不对？潘志宏有三个后生啦，伊经过这三个后生，但对一个较好，第二个后生敢那较好啦，较有经营的理念啦。伊讲来，第二个来，我这间厝，互你去经营，互你去管理。啊，这个第二个管理以后啊，啊管理了是无好嘞，去做做啊则失败呢，失败所有权。人啊，来讲啊！你，我爱甲你查访啦，你都做了无好啊！各位，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这间厝，老李的伊的弟弟的后生，甲管理了无好，去用查访，查访以后，请问这间厝的所有权是啥物人的？伊的嘛，对不对？是不是？这么简单的理由呢？你台湾的问题你看无呢？当年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日本天皇甲中国的皇帝签的呢。条约内底是啥呢？大清帝国大皇帝与大日本帝国大皇帝签下列的合同，第二条，讲要将台湾甲伊的附属岛屿甲澎湖啊，永远。
割让给日本天皇，别当讲日本，啊讲日本天皇。所以台湾这块土地属于还什么人诶？日本天皇啊，别当讲日本的日本天皇诶。日本是一个二元，什么叫二元制？伊是有皇帝呢，从以前到今日还阁有皇帝呢。皇帝，伊将伊的所有的土地，伊交予首相去做管辖，去做管理。敢那亲像潘志宏他拄啊，交伊这间厝的营业权，予伊的第二个后生。伊交予这首相去管理以后啊，东条英机啊，发动太平洋战争，1941年12月7日。所以罗伯亚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 Japan renounce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日本放弃这个日本是啥？是日本政府呢？欸，你讲稍等呢，无听这个 Japan 是日本天皇哦，因为网顶有人在讲啊，啊，你日本这个 Japan 就是日本的天皇啊，歹势。在日本的投降书里底。1945年9月7日，内底有讲，由外交部的部长、外交大臣代表日本天皇 （Emperor of Japan） and Government of Japan 代表日本天皇甲日本政府去签迄个约，可见天皇甲政府是分开的。这个条约拢写甲真清楚呢。你什么人要再在那边，那都说笑话啊。你读法律的，你一定很清楚的。今天，美国一直在跟我们台湾人暗示，各位，刚才我有说那个事情给你听，是怎么说美国的国家，国会的这个智库，国务院的智库，国家安全会议代表，都要来跟我们台湾来说是什么原因？因为台湾民政府是唯一60几年来真真正正有将法律伫研究的一个团体，而且伫去年9月7日，咱民政府美国甲咱协助之下，去召集去这个叫做迄个华盛顿 DC 世纪饭店举行酒会时阵。酒会结束，美国的代表、国家安全会议代表送人两张图，迄两张，你看顶端迄两张，一张岛屏，迄张就是日本的风机二重桥的相片，正屏是奥巴马，伫饲了着圣经伫宣誓，拢无甲你讲话哦。美国到今日为止，伊袂甲你指导。你台湾一定要自己去行，去自己去找你的路。所以美国的国防部、美国的国务院、美国的国家智库来跟我们讲的时候，他说一句话，台湾民政府对台湾地位的论述是唯一要在活要在行，意思就是说，咱今天台湾民政府是照国际法在推杀在进步的一个原动力，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个论述。美国他不爱给你指导，两张图送给我们的时候，他跟他说，这两张图你拿回去，你交给你的秘书长，他就知道意思。当这两张拿来的时候，我一直看，我马上意会日苏美战，因为美国甲咱讲，我无台湾的主权哦。但是伊无甲你讲，伊搁伫占领中呢。伊干那甲你讲，因为咱伫甲告的时阵呐，2006年10月24号甲告的时阵，美国国务院有出来讲，伊讲无啦，我无台湾的主权呐。哎，各位。占领未上移转主权，所以这个主权无收去伊遐啦。我讲到等下，他都阿爸讲的迄个重点，
旧金山和平条约 Japan renounce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日本政府放弃主权权利哦，迄、那个 all right right 后边无加 s， title 嘛无加 s， claim 嘛无加 s， 六块哦。Japan renounce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迄个 all a l l， 读见英文的拢知影，迄、那个 a l l 后边爱加啥复数嘛 s， 无加。这个东西到1947年意大利条约里面，他说意大利 renounce all， 听好，意大利 renounces all right and title to 索马尼亚，没 claim， 没有那个 claim， 为什么？因为索马尼亚是意大利的 colony 殖民地。台湾在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已经发布他的诏书，说给台湾人参政权。这个意思是说，台湾这块土地实施日本宪法，在国际上已经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哦，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意大利索马利亚他放弃，但是他那个 claim 只有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才可以用那个 claim， 因为国际法有规定占领不能移转主权，所以美国人你多厉，你也不能将台湾这块土地挂给其他的第三者。所以大家说台湾地位未定，特别说其不是台湾地位未定，台湾地位已定，问题是你台湾人知影还是唔知影？讲起来，台湾问题非常非常的复杂啊。当年1950年的时阵，要签《旧金山和平条约》以前，写《旧金山和平条约》的杜勒斯去日本访问，日本天皇要甲伊见面，足欢喜，带因某，伊甲日本天皇见过3次面。这都在现在的国家机密档案都有，外文章也都有写出来。那个时候日本的情形是吉田茂要求杜勒斯说，你们美军不要再占领台湾了。但是那当时1950年6月25日汉战爆发，日本天皇有怕到，他说你继续来占我日本不要紧，因为那当时有一个秘密说要给美军占领200年。所谓的日本领土是包含什么？台湾啊，恍然大悟啊，恍然大悟啦、啊、但是台湾人过去读国际法的无在研究这啦，都用感情，自己这样想就这样，民主选举自然演变做主权独立的国家。以前我无研究的时阵，读着嘛足顺的呢，敢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共款的，很顺啊，啊嘛读得足爽的。即摆发现安那不对，所以这是一个真严肃的问题。即摆过来变哪行？坦白讲啊，你去年9月7日，去年的7月7日，美国帮忙台湾民政府在华盛顿 DC 设立办公室以后，到今日这个办公室还在呢。喂，华盛顿 DC 设办公室，我相信在座去美国几百个人一定很多。华盛顿 DC 设一间办公室，里面有咖啡厅，里面有那个 reception room， 还有那个办公的所在，欸，非常贵呢，迄一个要开几啊万呢？你民政府敢有钱？咱无钱啊，在座嘛无管哦，民政府我无叫恁管啊，咱的民政府这干部嘛无啊，咱今会当生活到今日，会当甲美国伫对抗，美国一定爱来找咱，原因是啥？咱有法律论述，而且你爱拍破才对，敢不是？
哦，我看我大拢听过，拢安怎怎戆去安尼呢？唔通戆啦，唔通戆，唔通戆，听好。啊，其实吼，你嘛较对，你应该做笔记啦。啊，我甲你讲哦，你只三天尔吼，这个法律的论述哦，无可能讲你马上出去拢总会变作天啦。你爱买册啦，爱买一本啦。诶、欸，我唔是你买册的人，一本是定价是1000啦。但是咱的学员是500块啦，你一定爱买一本，我无甲你骗。啊，若无就无采无采讲，你这三天直接读个，安尼听听，啊听听足爽的。哦，好好好，啊等于袂记啊。你搁伫，因为即摆我看少年啊足侪个，爱去 Facebook 甲人煎呐，爱去 Facebook 将台湾人甲改变呐，伊唔捌嘛，你也甲改变，啊免受气，讲袂行，放弃。安怎讲？哎，这个人若讲袂行，表示伊个温度都还袂到遐啦。伊个运气，伊个头脑无到遐，你莫甲伊加讲话，浪费时间呐。总有一天一定会倒转来，你免烦恼，我甲你保证100%。我讲，因为我是认为讲，即马来伫遮去上课个人，差不多在大概的论述，大概在我在遮搁讲当。讲这个台湾这地位，大概要大家知影。马关条约是中国的皇帝将台湾片哦永久挂牛和日本的皇帝。日本的皇帝叫日本的二元制的体制，将这个管理权交予下卡的总督，因为迄个时阵拄啊开始是殖民地，没有错。台湾若不是殖民地啊，中国就袂当挂台湾给日本天皇啊。但是这个中国的皇帝真妖秀呢，你甲看这个图，台湾迄个图，伊挂给日本的时阵哦，伊的管理权才一半尔呢，台湾的西边尔呢，你有看无？台湾去一边的，你有看？正边无有啊？迄个土地啥物人的？原住民啊，所以原住民，哎、欸，啊，熊熊那比那日本军入来，你有去看迄个赛德克巴莱迄个有啊？你有去看无？因就是安怎？伊本来有怕人的所在，啊，拢无去，也反恐嘛。啊，因为日本人唔是伊的种嘛，伊家己无同款的种族，伊都伫战啊。啊，可讲都是日本人。以前的原住民无国家的观念嘛，啊，其实嘛不是国家，是一个部落呢。啊，日本人讲啊，这块土地啊，你大清就已经挂我，啊，你唔爱听我的。所以1895年6月7日办理交割，6月17日日本政府在台湾实施日本的政府的史政。开始政治官统治这个台湾呢，伊统治台湾的时候，伊才惊才知影讲，嗨啦，遐原住民哦，讲袂好势啦，啊，所以经过10年，1905年，日本召开一个国际的原住民这块土地啊，到底因有国家，到底有主权，到底伊会当日本人会当甲统治无？伊去请美国住伫中国的参议啦，住伫迄个澳门的参议啦，名叫做李先德，来开国际会。国际会的时阵啊，因为啥来叫伊？因为美国有甲印第安人斗争的经验啦。啊，所以伊来以后，李先德讲，伊讲无，伊只干呐部落组织尔，啊，那叫国际法，你可以把它讨伐。所以日本政府为1905年开始为北部派军队甲警察拍，甲上南部，经过10冬呢，1915年的时阵呢，才将全台湾建构为一个国家的主权呢，一旦才建构主权呢。所以400年来，美国甲咱讲 ，Roger， 我英语名叫 Roger，
你们台湾根本从来不是国家嘛。这么台湾人的头脑里的国家是什么国家？是流亡中华民国这个国家啦。我若跟你讲，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大家拢唔愿嘛。他有可能台湾是你中华民国的。当年你中华民国成立是1911年，迄阵时阵，这块土地还阁送的日本的啊，那无代无志，这块土地全变作你中华民国的，迄是叫做占领。所以伊有计划伫1945年10月25日投降的时阵，开始予台湾人，甲咱台湾人教讲台湾光复啦。那以战争法来讲，我请问你咧，轰炸台湾的是什么人？美国，这大家拢知影嘛吼？还好呢，恁两个知影美国呢？遐大学生唔知呢。我有一摆吼，甲12个博士生啊开会啦。我讲台湾有没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无人敢讲呢。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谁轰炸台湾？七个人举手，日本。我讲，我听一个戆气呢。我讲，为什么日本80年抗战呢、啊？各位，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其实讲偷袭唔对啦，奇袭啦，突然之间呐、啊，奇袭啦，因为迄个有差不多一点钟久的迄个陈地迄个宣战迄个时间呐、啊。奇袭珍珠港，1941年12月7日，杜鲁罗斯福在美国国会发表谈话，然后由国会宣布向日本宣战。注意哦，我讲这句话你要听好清楚哦。美国总统没有宣战权哦，是美国的国会才有宣战权哦。蒋介石未见未消，1941年12月7日，吼、哦，美国宣战，全后壁伊全对落去，伊开始宣战啦。我甲你讲哦，唔是蒋介石宣战，啥物讲唔是蒋介石宣战？蒋介石迄个时阵是啥物人？是国民政府的啥物物件？行政院长呢？行政院长可以宣战吗？行，因为国民政府的主席叫做林森呐、啊，已经判文了。中华民国有够判文的。迄天我拄啊好去迄个台中啊，伫迄个中华民国一个史料馆啊，伊搭一张伫遐啦。迄当阵原本呢，原文呢有对音啊呢，哦，我看甲翕起来。宣战是12月7日，林森宣战，不是蒋介石啦。行政院长没有资格宣战呐、啊！我那时候对伊偌崇拜的呢。哦，伊宣战了以后，废除不平等条约，了不起嘞，够伊啊！你要有一个足简单的国际常识哦。条约可以随便废止吗？袂使哩啦。条约啊，签国家甲国家签落去以后啊，谁都不能废止，除非。条约里面有说有什么条件可以废止，请中美就是中华民国是那个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的共同防御协定在1954年签的时候有废除条款，这样才可以废除。请1952年中日台北条约有废除条款，所以日本人让它废除。那无废除条款，歹势一世人诶呢。所以到今日为止，到今天为止，马关条约有没有效？100%有效。所以今日这个土地，台湾的土地所有权、主权是啥物人诶？日本天皇。安尼你有清楚无？讲较足清楚诶，啥物人会当跟我辩？白纸黑字啊，所以大家拢一直咧讲，是安怎啊？你林某某，你乃老早你唔爱讲，
上头拢足侪人甲咱叫美术，有无？你捌伫网络看到无？我讲遐无读册啊。我们是美术吗？没有 ，no， 是美战呐、啊，美国占领呐、啊，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啦。所以若佫甲咱叫美术啊，你叫伊讲去食迄啦，唔捌啊，假捌。日俗就是条件、条约写伫遐嘛。今日日俗美战，所以台湾人足可怜的呢。即马要解决台湾人啦，要建国，爱解决的问题是啥？两项呢，都爱先去偷呢，先去日本甲偷，日本偷偷的，爱靠美国甲偷偷的。我甲你讲，50年、100年都有可能呢。那真真正正，台湾人家己建立咱家己的国家，两个代志爱做。第一，日本政府伊的宪法爱修改，爱有一个分离条款。啊，若无你这土地即马却会变作神圣不可分割啊，你拆袂出去啦。啊，你若有可能，从无可能。安怎讲？伊若签落有这个分离条款哦，我感觉琉球会走去。所以日本会做无 ？No。但是旧金山和平条约，1950年的时阵，杜勒斯已经将台湾规划成台湾主地。我甲各位讲，你当写起来，你若写字机，你甲写起来。我今日讲的，台湾甲罗威啊，一定是主地啦。主地若干年以后，才有可能建国。但是主地嘛，袂歹呢。我讲给你听，波多黎各公投3次拢未过。你想讲波多黎各的人敢有遐戆？伊敢要建国？即摆美国一直要求讲波多黎各，你公投好过啦，互恁建国啦。伊讲我才不要呢。啥呐？建国以后啊，第一爱负担国防，第二所有查甫拢爱做兵，第三爱缴税。台湾人比波多黎各的人更加巧。讲到台湾人要做兵，大家都嘛不爱做。讲起爱缴税金，当然走税在先。台湾啊，我跟你讲，你听我跟你讲，拢无唔对啦。即咱台湾人嘛，个性就是安尼嘛。所以台湾会当行的路是自治啦，但是你民政府那一天讲嘛，讲法理建国。建国迄两家是终极目标啦，啊！佫现出是台湾人即50-60年内底啊，洪讲建国哦，他都爱讲建国，听啊足爽的啊！你若无敢讲建国哦，大家讲啊，你是创啥？就是要家己管家己嘛，啊！家己管家己讲叫做建国吗？叫做主地啦！啊！即、这个主地内底，咱要找啥？日本啦、啊！所以美国甲咱协助即嘛。日本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挂精英啊，拢战死了了，啊无就自杀啦。即卖老的遐啊，坦白讲啊，我甲因笑啊。3-4礼拜以前，外务省派两个人来甲咱开会，我都甲笑啊。讲你日本已经无政治家啦，那毋是战死，就是自杀死啊啦。啊，剩的拢是来，我唔敢讲笨手。台湾也差不多。台湾1947年的2.28，死12万6千呢，这真正有记录的。但是我会敢甲各位讲，咱行到今日这个地步，马上就要一个决战的时机要到啊！你知不知道？你无能看袂出来，我知影。台湾的地位要决战，伫对决战，你知无？离日本，离日本的什么所在？靖国神社。12月20日，咱有110个人要飞去日本，一定爱受过训的，咱民政府的人。12月20日。透早飞去日本，过灯光，咱要去靖国神社参拜
内底有39,100名的台湾人。靖国神社内底以前嘛有韩国人诶，但是韩国已经建立伊家己国家，所以这些人拢刷走啊。39,100个台湾人，今日要搁伫靖国神社，台湾人捌去甲拜无？唔捌。即个台湾人伫保庇咱台湾人，殷殷究究，咱的幸福是确确实实是即个人伫甲咱保庇。所以即边由咱的主席曾根宪昭定四个副主席，咱的内阁酋长拢总爱去。但有人会讲呢？啊，你不是说你没承认中华民国，你拿中华民国护照去，啊，不是很奇怪吗？我主动，我不必去，我代表大家人，不必拿中华民国护照，所以我来在台湾，这样可以吗？啊，拍破了嘛。各位，如果去拜礼较多，日本会变了，怎么变？日本人说，台湾民政府来靖国神社拜呢，我刚才说还没说而已，前昨日啊，日本的众议员啊，组织的68人去拜了，走去让我们唱投降啦，因为我们已经跟人家说，我们要110个，两摆的电话跟 email 跟他问呢，你没有写错啦，是10位还是100位啊？共110位，各位，今日还有12个名额，咱即届若要参加，会当去登记。哦，啊，但是爱甲你个酋长先讲一下。哦，啊，若酋长即两天还未来吼，你会当甲迄个因为拜礼拜吼，礼拜有一个潘信贤，要去个人拢爱做西装，爱做制服啦。乌色的是怎样？靖国神社咱要去拜以外，要去12月23日是日本天皇78岁的生日，咱要去给祝福他的生日快乐。啊，你不能忘记台湾是还是你的土地呢，你要来解救台湾呢。啊，他10:20要出来看到日本天皇，非常难得呢。你过去，我想你绝对无想到讲，我今日甲你讲的这个啦。因为台湾人真正确实唔知影，台湾人过去一定是感觉讲奇怪咧。啊，你中华民国的建树，啊那你敢走来是台湾？头拄啊，咱的蔡总理有讲啊，伊是去和日本拍甲走去甲四川去啊呢。差一块啊，伊就无命呢。啊，美国迄两粒原子弹，其实美国干那两粒尔啦。日本天皇叫伊讲有足侪粒的，啊，一粒等下干嘞，哇，要收40万人，惊着啊！导航，若卖导航哦，无定无遐简单啦。所以今日我哩甲咱所有的朋友，所有咱。咱这个团体大家人讲，今日要救台湾呢，敢那亲像以前日本救日本的幕府将军迄个时阵，坂本龙马，你救坂本龙马救迄个幕府啊，伊用什么方法来救到这个幕府？就是迄个以前幕府将军迄个时代，用什么物件？万国公范啊！今日咱台湾要抵抗。美国抵抗日本，抵抗这全世界想要对咱台湾意图不轨的人啊，要用万国公法，用旧金山和平条约，用战争法。这方面我绝对是专家啦，我甲各位报证。即马现主席，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美国国防部，拢有派人伫和咱共同学习。啊，我讲要共同学习也啥哩啊？
你也提供资料啊，所以有真侪资料。各位，你来去看遐文章啊，有个有真侪人感觉奇怪啊，这资料以前奈拢无，因为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将国家档案室内底这档案啊提供给咱啦。遐物件偌济，你知不知道？像我两个人管啦，虽然我是无管啦吼，两个人来管啦，啊，来这是原文呢。我今日我一寡迄两天啊吼，我拄啊读大学遐同学吼开会，同学会啦，四十档啊嘛，差不多四十档，三十几档啦。因为奇怪吼，啊林志升以前你读大学都毋捌去读册咧，我真正毋捌读咧，我四年也毕业嘛，足够的咧，课本拢新的咧，课本真正拢新的咧，我是读一样伊咧，会足够的咧，会当毕业咧。我说我真正，我真正读册哦，这世人真正去读册，干两个时段，伫咧初中呢，我读大同迄第一志愿呢，啊，建中还好啦，为2002年走转来以后，2004年开始研究，即五六冬啊，我甲你讲，无眠无日去研究啦，含美国都惊着啦，今日我头拄甲恁讲遐个代志。那人就是来看我长得像什么样呢？各位，今天我们在座，你不能想说你在这里在演戏，这是上天啊要赐责任给你啊，什么说要赐给你？因为你这些人，我们训练的这千外个这17届内底，搁3届的原住民，4届的大学生，这20几届内底，千多人内底，就是美国要要求叫咱训练政务官的所在啦。比如讲，你台湾人要接政权，你敢有经验？没有诶。所以我常常想讲，啊，你以前民进党。以前的台独联盟说要接政权，其实美国很看不起这两个政党，这两个组织，他说你要怎接，你也敢说你要怎接，你怎么接？第一，你论述不对，台湾要独立，请问独立是怎样，要向谁宣布独立？国际法里面有规定啊，你要独立可以，你要向什么人宣布独立？敢那美国要独立，向什么人宣布？英国。你要有对象啊！啊，你台湾现主席还在占领中，你要向什么人宣布独立？中华民国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吗？日本吗？美国吗？拢不是，因为今日还是美国军事占领中。啊，军事占领，政府占领，当然伊嘛爱照国际法，我甲美国提醒啊。第一，占领袂当移转主权。第二，真重要的一点，流氓政府袂当就地合法。蔡英文甲咱讲啊真清楚啊，但是伊敢讲头一段尔呢，伊无要甲你讲不能就地合法。这是阿扁啊总统伊讲，伊虽然有一段时间一直讲要甲宣布独立。美国已经说了，你如果宣布独立，我马上要给你抓。我跟各位说一个秘密啊，阿扁要落任的前一年，那当时我们已经跟美国有来往，美国已经在说我们，阿扁如果宣布独立，美国一定从台南港口入来，一边要抓阿扁，甚至他的直升机在花莲的海岸马上用飞来这五分钟来解决。咱大家拢真讨厌马英九，哎，讲马英九很简单啦，他不是问题啦，五分钟就解决啦。问题是解决以后，请问你台湾民政府我接政权无 ？No， 我唔敢讲。嘿，若讲有吼，迄句话讲出来吼，啊，你人咧？你人在哪里？这人我都接政啊，这六七十个。哇！啊，你像部长安尼接咧就好啊吗？
较简单吗？台湾人爱心教育啦，所以伊咱规定啊，训练四千个啦。所以你想讲咱这干部啊，大概两礼拜来一摆呢，困喺房啊层呢，啊微微吼，咱的面层都无足济讲有当碰层啊，啊所以只有吼，讲这干部大拢困房啊层，啊碰层老互恁困呢。我嘛真老啊，你知唔知啊？他们可能表面上看较乌尔呢，各位，问题是这呢。尽管要给你，但是你也有人。啊，有人讲啊，你无钱，啊，咱无钱，咱嘛把美国要求有啦，他们跟你讲啦，我今日直接跟你宣布啦，有啦，美国要给你钱啦，但是讲你的人呢。所以美国在去年十一月初六帮忙咱。酒会开了后，伊甲咱遐人集合，伊讲：我美国政府已经替你台湾民主政府开一条路啊，恁照这条路全行落去就对啊。但是美国嘛真要求呢，伊无爱甲你直接讲呢，你得爱家己去做呢，啊家己去吹呢，啊所以害死我啦！我吹到我直直痛啊，个鬼要做啥？个鬼要做啥？个鬼要做啥呢？啊所以十一月初啦，内阁成立。参议院成立，六个州成立，即马还阁还袂完成咧呢，还阁有一个郡呢 ，county 呢，还阁一个 city 呢，市长、市长甲郡迄个郡守啊，即个人差不多全台湾啊，还阁超还阁欠了两三百个。啊，若即个组织完成，我会当去甲美国讲，我准备好了。啊，美国要几百无？各位听好清楚，年底上慢慢年上半年美军就入来了，其实已经入来了，坦白讲现在入来美军有多少人？两千名左右了，加山、清泉岗、乐山、左营、新营、东部的那个长滨，这都入来了。啊！美国伊毋是做戆代志呢？今年十月七十，中华民国，你庆祝的时阵啊，你有甲看伊遐军车？你有甲看无？你有看遐军车甲以前无共款？你有甲注意看无？对，是真无共款，无 logo， 对啦，没有那个标志啦，拢无伊啊啦，是安奈无伊？因为美国国务院。公布讲恐怖组织三个要件，哼！去年我就甲美国讲啊，我讲你吼，你若阁供应武器予中华民国吼，我一定要去法院阁甲你告。伊讲三个三对三个，你知无？第一，毋是一个国家，恐怖组织毋是一个国家，中华民国是毋是国家？台湾不是不是？咱两个拢唔是嘛，合乎条件。第二，有武器。美国你卖武器给伊啊，合乎恐怖组织的条件。第三个，在当地征兵呢。所以马英九讲2014年中华民国卖台湾不征兵了啦。讲咩募兵啦？我即马阁甲讲，不可以募兵。即你也袂当依专主权，你袂当叫我台湾人去效忠中华民国呢？各位，做兵是等于效忠的一件事情呢。你去做兵，做中华民国的兵，是要效忠中华民国。咱唔是中华民国的人，咱竟然去甲效忠，靠可能呢？所以你就知影讲。今年的年底还是明年一月十二，你敢通去投票？我不爱甲你加观音啦，你家己去想啦。你若要延续你家己个人的身家的安全甲生命，敢会当让中华民国继续延续下去？上会主张呢？啊，有人甲你讲呢？啊，你也无投票哦，马英九中那个国民党就掉起来呢。你听我跟你讲好清楚，现在台湾有两个政党，一个叫做中国国民党，
另外一个政党表面上叫做民进党，伊敢真正民进党？党章第一条伊写啥？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有无？所以蔡英文那条，伊毋是台湾总统诶，是叫做中华民国总统诶，啊你夭壽啊你！所以十月七八，蔡英文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已经毋是外来政权，中华民国是台湾政府。我甲你讲，两礼拜前，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的代表甲我见面，即我公开讲啦，我电视我安尼讲啦，即种现场传播直播呢。我从这个代志甲美国讲的时阵，我甲你讲伊的反应，互你听。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的代表面色青春春，啊，他有这样讲吗？我讲你去看，十月八号伫高雄讲的，伊嘛一句英语真歹听呢。我们被骗了。过来，伊佫甲我讲。恁中华民国的报纸写讲，蔡英文有进去五角大厦，伊甲报警，没有这一回事。当时伫国会的智库的办公室，含蔡英文见面的两个人，一个是国会智库的主席，另外一个就是含咱在见面的迄个国家安全会议代表美国政府的人。啊，有清楚无？你惊到无？民进党骗的到底，我伊甲五角大厦进去几个小时，啊，有史以来没有对台湾人这么好过，胡说八道啊，完全讲白贼。所以民进党遐内底的人，我甲伊问，无人敢讲啊。我讲你去问蔡英文，美国正式甲我讲的，我文章拿写出来。李秀莲看了嘛，惊一跳。各位，台湾人袂当继续互人家骗啦，我无甲你骗啦。我所讲的每一句话，接受检验。雄雄最近啊，我嘛看到台独联盟这个在组织啊，民进党在组织啊，开始大量的甲我抹黑啦，本来。2004年研究的时候，大量抹黑了。现在最近火熊熊啊 ，Facebook 顶管我一个看，我唔爱去 Facebook 啦，因为我唔爱伫顶管啊，甲人讲遐有诶无诶。我甲你讲，要甲你抹黑两个代志，甲你抹黑尔。咱台湾一向因迄中国人诶傲步，台湾人即款学甲足成诶啦。两个傲步第一就是啥钱啦，讲你林某某吼。钱不清楚啦，拍谁哦？我林志深从来没有去 touch 任何的一毛钱，只有我家己提钱出来有两两啦。我唔捌讲去帮借钱啦，请这个车买卖是搞啥？给咱的财务主管呐、啊。啊，财务主管要创啥？各位，您即马伫上课，即个办公室本来唔是这呢。这拢家己重新装潢的呢，所有咱这困遐拢是重新装潢的，敢有去共募款？从来没有募款，啊，所以因这点要甲我抹黑无可能，安那呢？我老早有提防啊，从2002年6月29日，我偷渡金门回来台湾的时阵，我就发誓这两个东西我不碰了。我公开甲遮讲，我太太19年前已经过身了。我有一个查甫，一个查某，查甫的甲查某拢长大成人，拢即要30岁啊。查甫的伫加拿大，查某的伫美国。啊，我有认养一个美国的查甫囡仔，即马差不多15、16岁啊，是美国的查甫囡仔。我没有中国太太。啊，哪会讲你无中国太太证明？
简单啊，身份证摕出来，户口成本摕出来，就啊，即摆你申请户，迄个身份证嘛，内底就足清楚的嘛，有没有就很清楚嘛。但是，网顶讲我有一个查甫，一个查某伫中国，啊，中国太太，我敢若无遐风流啦，十九年无某都伫过啊，无可能啊，台湾若无成功哦，我绝对袂讲袂想要阁娶啦。啊，你免拍破吗？这是题外话啦，吼、哦！阿、啊、妹最近吼、哦，阿、啊、我想来甲你讲，哎、啊，你即马开，我讲这少年啊吼，那去 Facebook 啊吼，啊有人甲你读啊，啊想歹势啊，哎啊，我伫上课，啊我那老师吼、哦，啊我甲威吓啊，啊唔知啊吼，啊啥你乌白讲啊，啊我即马拢甲你讲，啊你就知影讲，怎么样维护嘛，对不对？你讲维护啦，讲出事实啦，啊、哦，讲事实出来就好啊，国讲倒转来，这个代志。蒋介石在1941年12月初九向日本宣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请问，安尼战争偌久？无4年啦，安尼8年抗战对不对？唔对啦。什么废除不平等条约，迄拢甲你骗的嘛？啊，8年抗战嘛是甲你骗的嘛？是你逃亡啊，各位！中华民国所有在咱台湾所甲咱改的历史，没有一样是真的。所以今日咱台湾民政府要安怎，会当予咱台湾民政府这个人，含个政，含恁现主席，这条路咱要安怎去甲行，还阁行予对？袂当行唔对，所以美国甲我规定，你 Roger， 你袂当入阁，我干来当做一个职务尔，叫做国安参谋联席会议的执行长。这个职务是咧创啥？华台湾的未来方针，袂当行唔对。责任真重啊！坦白讲，真正责任真重啊！所以。咱来知影讲，咱今日台湾的地位以外，咱毋是讲干呐用感情的。当然啦，雄雄啦，甲你讲，叫你不要投票，你去外口讲的时阵，你一定受到很大的压力。你台湾人啊，你不投票，啊无国民党调去。各位，咱来讲这个代志哦，你听清楚哦。10月8日。妈，这个蔡英文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的政权，台湾中华民国是台湾政府。过不多久，这顶礼拜尔尔，马英九讲，中华民国是国家，台湾是家园。带你去蔡英文给他要求，你来外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你为什么不讲？马英九袂讲啊，绝对袂讲。谁也袂讲。马英九的身份是美国绿卡、美国 CIA 的人士。你哪知？各位，4年前，当你选总统的时阵。民进党讲规波，讲马英九的身份是绿卡，马英九是身份是这个啊，做美国的公民。他们有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没有啊。谁采取行动？哇！我去甲告啦！告到吼 ，CIA 派人都爱坐飞机来跟我直接讲啊。普瑞光一讲，马英九的身份非常复杂，有无？有讲这句话无？是安那复杂？你知无？我跟你讲，喏、no, ，你听清楚，马英九甲李庆安呐、啊，摕到绿卡以后啊，因为美国规定绿卡摕到要连续2年半加1天
在美国这个土地上面停留，你才可以变成美国公民。因真正头脑真巧，这死中国人拢即款型的，因就走去坐这个汽车吼，走去多伦多啦，加拿大啦，为多伦多飞回来啦。所以在法律上，马英九今日就美国呢，所以你即马看的马英九不是他呢，安尼有复杂无？啊，刚才迄个推下面的李庆恩呢，伊嘛是行这条路呢，啊，行这条路了后，伊才佫利用时间佫转去美国，安尼就公民。啊，伊好大胆，弟弟话你讲个讲 ，Stephen Yang 啊，杨淑丽啊，给我滚蛋，要把他驱逐出境。杨淑丽讲，你是讲啥？啊，台湾这块土是我占你啊，你给他驱逐出境，来公布伊的新闻呢、啊。啊，公布了安那，安那，他有完无呀？啊，安那，即马过来讨钱，啊，是中华民国法律是因条个啊，讲免赔啊。迄是，我甲你讲哦，这中华民国这才是国家啦，你也想看，这是贼啊，比贼啊更加恶劣。你家己的法律规定讲未当双重国籍呢？你有安尼规定无？有啊，安尼。真正是明目张胆，白贼话讲，安尼无代志。我跟你讲哦，司法若无彻底个改变哦，民进党绝对彻底个改变啦，这查个拢袂使哩啦，为查个开始啦。咱台湾人哦，今年三一二的时阵啊，日本跌当，跌当以后啊，日本人安那？物件拢无去啊嘛，但是物件无去吼，伊要买物件会烧抢哦，不会排队，汽车排队，你直直全世界拢惊着啦。哪有人这种的国家的人民哦，这尼啊守规矩，这尼啊守本分？台湾人甲俄罗，但是各位，你袂记得俄罗你家己台湾人啦？你台湾人嘛安尼，你敢知影？你敢知影？哎，卖拍破你也唔知影当时咧。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时阵，甲两个月时间啊，甲中华民国的军队要入来台湾，这60几天啊，各位，台湾的犯罪率零啊！台湾人规矩啦，查啦啦啥拢无啦，在迄个60几天内底，无政府啦，但是台湾人规矩啦，甲迄个三一的日本人的表演一模一样啦。台湾人唔知啊，咱有真好的品质，咱有真好的这个人证，台湾人唔知啊。所以民政府后摆一定要向这点来学习，要来恢复以前台湾人的真好的传统的这个习俗啦。你讲咧好唔好啊？民政府那执政。有几个真重要的措施啊！第一，我讲几下摆，即拢录音、拢录影起来。18岁以上的查甫、查某，政府免费送你一栋厝。这破啊，拍伤早啦！你袂甲我问讲啊，几位就来？爱问几位就来无？啊，我开空头支票给你啊！爱问嘛对不对？啊，要几位就来？你袂晓小想诶！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阵，就是美国军事政府入来。军事政府入来，就是美国来执行占领的时候，咱唔免国防啊啦，唔免起兵啊啦，咱的迄个港口拢租予美军呐、啊。喂，台湾这块遮尼啊大地租予美军哦，哦，足有业啊，你知唔知？夏威夷哦，的收入唔是观光呢。是伊的基地，予美国人去用，伊的收入占50%，是军费的资金呢。是干那迄个中华民国这个澳大这个未建设，伫用台湾的土地啊，无伫付还咱租金的呢。你敢知影？全世界军队要用土地，将赶快来付钱呢？日本嘛呢？要退场的。来，打打死，打打死。
卖急卖急卖急卖，干呐感情冲动安尼讲安尼不好。咱拢有方法啦，你卖紧啦，紧张啦。咱只只咧受训，就是讲观念，互大家人知影。所以我要求你去买车，原因伫遮啦。因为有一天，有一天美国一定会坐落来，含咱民政府派人甲伊谈判。啊，你唔通谈判的时阵，只只来话讲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 ，out。啥物人安尼讲你点呢？谢长廷呢？2008年选举的时阵，以前啊，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代表来，我就拢公开讲啊，我啊，你乃不爱支持谢长廷，因为我们对谢长廷不信任啊。为什么不信任？因为谢长廷去美国访问的时阵，伊将伊的随从拢个叫开，干那伊刚单独一个人去，八个人甲伊开会，提问题给你回答。第一个，伊就讲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阮台湾人拢要独立，阮台湾人要建国，美国拢无甲应哦。判断讲这个人袂使，这个人若做吼不得了，台湾人要出一队。所以我会这样甲各位讲，美国绝对无伫支持民进党啊。这边同款啊，蔡英文去，蔡英文甲伊讲的，美国伊讲蔡英文有甲伊讲一点真重要，伊讲中华民国是帝王政府，伊真欢喜讲哦。啊，你蔡英文终于懂了，啊、因为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阿扁也嘛安尼讲嘛。啊，竟然转来十月七八，甲你宣布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飞起啊！美国骂迄句话是真歹听啊，骗我们啊！伊个加一句话，我告诉你，这个女人绝对不会选上。等下你去用骂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啊，卡西蔡英文若讲这句话，有啥物后果？你敢知影？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中华民国已经灭亡，所以也当接收上接收中华民国，这国际法规定的。啊，你中华民国就是台湾，所以。接收中华民国，另外就是接收什么？台湾啊，美国看也温存。No， 美国绝对不会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接台湾呢、啊。潘基文有一摆讲，台湾是中国的土地，领土是一个省，你会记得不？三年前呢，美国安怎处理？伊甲五个国家联络。我等下甲你讲，你就听有。伊甲加拿大、甲日本、甲澳大利亚、甲纽西兰这些国家，甲伊家己本身五个联络。美国、甲日本这两个国家直接甲华务士讲，联合国的华务士讲。啊，另外三个国家是甲华务士下下的职员讲。伊讲台湾绝对不是中华民国的，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省、啊、为什么？各位，他都啊，你们要注意听。1950年的12月的时阵呢、啊，中国有一个叫做伍修权呢、啊，在周恩来的命令之下，一拖高的人去联合国控告美国侵占台湾。当时美国嘛控告中国侵占、侵略韩那个南韩呢、啊。这两个案在联合国表决的结果，周恩来、伍修权那个案、啊、不成立，战争嘛，这是战略嘛。但是中国侵略韩国的代志成立，因为这个成立，听清楚哦，所以让开罗宣言无效。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开罗宣言有无效、啊、你知道、西方人是这样、你如果没签约只有握手遵守，那个当时蒋介石向美国向英国说一个条件，他说什么？如果你中国以后不侵略其他国家的时候，我才会把台湾来交给你中华民国，交给中国的，对了。但是因为已入侵韩国被成立，
杜勒斯原来契约改变，救着咱呐，真正救着咱呐。所以有的人哦，因为这点，我伫文章内底，敢那有两篇啊，一篇小可写嘞，我不爱讲啊真清楚啦。我都想讲，因中国何以去乱？因为讲美国绝对袂稳准呐。除了讲你有武器比美国较勇，其实两边的武器相差偌久？50吨呐。我来讲50吨，毋是无军具的呢。中国到即马有航空母舰无？半只啦，一只旧的啦，刚买的啦，2000万美金啦。按了2000万，差不多是6亿啦。各位，咱若大家认真来看哦，咱嘛有6亿呢。安尼讲有航空母舰呢？迄只航空母舰，我直接宣传，毋是直接正式宣告，甲2018年以前无法度出现啦。伊安尼来知，美国甲我讲个，你知影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要结束以前，有几架航空母舰？你知无？29架，含日本你都拍未赢，你要拍美国？想想，敢那会当吓台湾人尔啦？但好，当中国即马偌勇的呢？我甲你讲哦，中国的大学生哦，伫军队内底有几个人？你知无？你知无？500个，正确。你有去看看我的节目？我派的尔啦，你知影即马高科技的物件吼，拢是写英文，啊无写俄文呐。啊，拢16岁以上的囡仔都无，啊未读册吼，要操作遮物件吼，夭寿啊！我看吼，迄个木档哦，迄个按钮哦，乌白痴啦！我看哦，我甲你讲，中国绝对无法度战争啦。三个舰队，南海、东海、甲北海。现在要增加一个舰队，就是那架航空母舰要做的。各位，它的武器差很远。啊，如果那架航空母舰要来这个啊，就威胁台湾，有可能吗？我跟你说，它那架航空母舰，里面飞机最高的数字是在40架的战斗机。啊，如果在40架，它20架要留在保护它自己，不要去炸沉去了。啊，只可以用20架的飞机啦。啊，现在是中华民国的战斗机哦，还有几百架，所以20架算什么啦？啊，而且若宣战哦，我跟你讲，日本的飞机哦，马上到台湾啦，美国的飞机马上到台湾啦。所以各位，台湾非常非常的安全，你可以睡啦。美国人的责任嘛，啊，你谁叫你给他占领？我建树，我承认吗？这不台湾人上害的，说我不承认打仗输了啦。我就是讲我建你啊，你好建你啊，你建树啦，咱拢建树啦，咱的老爸老母，咱的阿公阿妈建树啦，啊建树安啦，要承认呐，承认不是丢脸的事呢。承认以后哦，唔免买国防，唔免做兵，唔免交税金，哦多好。你唔相信？那有一天民政府在政权来公道讲，大家来建国哦，绝对甲波罗尼哥即马同款啦，无人买啦。免交税，免做兵，啊，佫有厝好呾大，啊，每一个人拢有头路，啊，迄个老年年金1200块美金，哦，我嘛紧啊呢，啊，拍破啊，你来我脚踏来哟。我这不是说开玩笑，我说实在啊，就像我的经营，不过哦，健保啊，说了钱，要解决健保的事情很简单，那些老外没有资格享受啦，他们都是中国人，他们不是本土台湾人啦，美国人，我跟你说，他这个哦，美国人实在说，我真的很气，啊，今天何瑞没在，没关系，我多说一句。旧金山和平条约，上海公布，这些物件讲的台湾人是啥？你知不知道？英语伊甲你讲啥 ？The people of Taiwan，
啊，上海公诶，咪即个台湾关系法内底讲诶，台湾人是啥物啦 ？The people on Taiwan。好受这两句话啊，那叫遐学生囡仔来欢迎啊，拢是叫做台湾人呐、啊。啊，敢无影台湾人 ？The people of Taiwan 就是咱呐、啊，本土台湾人啦、啊。啊 ，The people on Taiwan 就马英九啦，因遮中国人甲咱遮人啊。啊，所以台湾关系法是咧保护啥物人？台湾关系保中国人呐、啊，那是台湾人。你拢唔对，你拢你头脑拢去哦，叫伊怪去。The people on Taiwan 啊，你保护中国人啦、啊。所以我反对，我甲美国讲取消。你那就用台湾关系法要死哦。你安那回复到什么《旧金山和平条约》就好啊嘛。和平条约是当时51个国家签的呢，48个国家承认的呢。迄当阵全世界才五十通的国家呢，迄是落尾啊。一挂殖民地啊，一挂遐拢一直独立起来，安尼才194个只嘛。迄阵差不多全世界是50几个国家尔呢。所以台湾关系法会害死台湾人呢。台湾关系法内底有一条讲哦 ，make available， 所以伊滴卖武器哦，中华民国就是安尼啊 ，make available 等于是 sell， 卖。啊！伊卖是安怎卖呢？吼、哦，这美国足干巧诶，真正足干巧诶。伊叫你吼、哦、开菜单啦，啊，其实会甲你暗示。我诶菜单是怎啊 ？F16 AB， 吼、哦，啊，你讲要变个 F16 CD， no， 无伫菜单内底。美国是安尼算诶呢？我甲你讲，这边美国用58亿，58.3亿啊，诶钱买啊，我无甲反对诶原因是伫咧，怎样？因为58.3亿的美金嘛，伊拢去创迄个3G星的迄个雷达站，已经拢整好啊，用拉就你点点啦。啊，我就伊整好，即是保护你台湾呐。我讲你保护台湾，应该是你美国出钱才对啊。那叫我出钱？啊，你保护中华民国，你甲中华民国，你就叫中华民国，伊会当场摕去甲你买啊。啊，我台湾人伫缴税金。啊、他们讲哦，啊，台湾人真戆呢，敢那选举同款啊。选举的时候，你去甲订票哦。后摆民政府主持，你若在订票哦，我一定一票给你100块还是500块行路工。啊，即个中华民国是安那呢？选举的时候是候选人得到票，搁得到钱呢，给伊30块啊。即马看我要改50块。欸全世界无这种的啦！我甲美国讲啊，美国讲、嗯、有这个事吗？我讲你家去查。所以因为安尼的关系，民进党足爱选举的啦，选举多少钱啊？那400万票啊，那教育现主席规定50块啊，安尼一多2亿啊，少少。公开甲你提入去，伊讲讲提出来讲，哎、欸，大家人分有无？出台湾推阿面啊，你甲邓票，邓给伊票，啊，搁给伊钱，邓一票50块，吼、哦，真好赚，啊，搁甲你讲啊，讲规波平平台湾人都爱支持台湾人呐。我讲安尼，唔是讲要支持马英九呢，你也搞清楚呢。我讲安尼是因为我台湾唔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嘛唔是我台湾。咱的身份证本来身份证顶悬啊，那有迄个身份证，迄个甲相片甲摕出来。本来顶悬是写台湾啊，美国安怎甲我讲呢 ？Roger， 我们已经授权通知你，台湾改成台湾 government。哇，台湾政府呢？各位，这是非常大的震撼呢。所以蔡英文唔得去讲啥呢？伊讲。中华民国已经，啊，伊讲，已经唔是外来政权，中华民国是台湾政府呢，啊，要求要跟咱抢呢，你跟咱抢台湾政府呢？各位免烦恼啦，摕中华民国的护照，会当免签证去美国无？绝对无可能。AIT 已经改变啦，你若要签证。你台湾人，本土台湾人，爱摕你的户籍成本，为什么？要证明讲你是本土台湾人。
即马真侪中国人走去台湾人来摕伊个中华民国护照走去美国呢。三个月内底有超五六百个呢，美国惊着啊！安尼那就迄落，安尼中华民国，互即个中国去利用啊。一克法，咱民政府的政策是啥？赞成。一克法赞成，你听清楚哦。一克法是六月二九旧年签的，六月三十迄一天离开台湾三十年以后的第七舰队的军舰靠岸伫左营，军队入来去清查港。这个消息 TVBS 报一摆尔尔，都无去啊！你若不相信，你家己去顶个去去点。六月三十号 TVBS 报一天，为什么？埃克法，埃克法，我哪会赞成？因为埃克法签以后，表示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解，国共内战停止，中华民国会当等于中国个啦。安尼啦，唔好。啊，过来，埃克法爱受 WTO 的管制呢？当然啦，中国有发表讲，我们不接受这个管制。美国讲你要接受，你是 WTO 的会员，所以你若有受 WTO 的管制的时阵啊，我们是比较可以放心的。马英九最近你讲伊要签和平协定，各位，什么叫做和平协定？因为美国一直在讲，伊希望台湾一旦很平稳的政权来移交，所以这个和平协定要签的时候是代表什么？代表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签的啊！请问你什么人？台湾人？你是中国人？ No！ 上海公布讲一句话，他说什么？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听清楚，再说一次哦，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代表的中国政府。美国 acknowledge， 美国得知同意这件事情，不是 recognize 哦，承认哦。我讲一摆哦，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各位啊，各位啊，咱什么人啊？咱不是中国人，啊！你咧惊啥？你得去甲投票，你就中国人啦。你如果去投票，户政事务所甲你登记，哦，你有投票，你代表你中国人嘛？啊，无你选中华民国总统要创啥？你不是选台湾总统呢？波罗的海三小国，苏联占领的时阵，苏联甲伊办总统选举，伊拒绝选举。No， 我们波罗的海三小国的民政府要自己办，所以三成的人去投票而已，全部没去，没算。后来这个民政府自己去创选举了，99%去投票，这样独立起来，建国。台湾要学啦，台湾人五六十年受过这种的中国国民党这款不对的支那的文化的教育啊，已经是非颠倒。什么叫是非？已经拢唔知影。敢那各位，恁即摆伫外口去拄到的，你甲看，你就知影。其实我若拄到这，我拢袂生气。我从来不生气，从来人来讲啥，我面我咧，我去边啊，我不爱甲你变。你无相信嘛？你甲伊变，迄是要创啥？啊，即嘛上届伊是甲你骂者啥？数典忘祖啦！要求我都毋是中国人，你甲我骂数典忘祖是要创啥？毋是讲，咱就是讲祖先为中国走来，但是今日咱住伫台湾这块土地，咱是已经变作本土台湾人，我们再也不是中国人。敢若亲像美国人为英国走去美国。去拓荒，去开垦，因已经变作
美国人，伊毋是英国人，所以你若甲美国人讲你是美国人，也是英国人，伊甲你磕头。但是台湾你若讲你是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安尼讲对了。你看，你看这有离谱啊无啊？所以，咱来知影，伫现主席的社会内底，充满了很多有真济真济是非颠倒的代志。我甲你问咧，报纸当下一下，台湾又与某一个小国家断交，对不对？对不对？不对嘛！咱台湾当时跟人建交过啊，建交的是什么人？中华民国嘛，流亡政府嘛，台湾已经退出联合国，对不对？从来没有加入，变他退出啦。啊，叫我们占领啊，所以有一挂独派，你讲哦，联合国宣导团，大概人一年开十几万，去纽约行行，七头头回来，有已经有答案啦，中共打压。当年拢安尼啊，当年呐，啊那推下面就关机好呀。这款戏哦，当年在演啊演未成呢，啊台湾人哄骗唔知骗遮久呢，啊阁唔知影呢，可怜啊。当然我讲这话吼，个人话啦。敢那美国 CIA 甲我讲，哎 Roger，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将你列为第一号的，不是不受欢迎，可恶的人物哦！想尽办法，伊要甲收买你，知唔知？偌济你知唔知？我即卖身价偌济啊？3000万美金啊！本来是10亿啊，即卖代表升得去哦，出9亿尔呢。我讲哦，3000万美金你买甲买台湾啊？我敢那伫中国楼底下去互人收起哦，就7.5亿啊！你3亿买，9亿买甲买，还早呢。佮加一个零，卖好冇？好冇？啊！所以我无要卖，你咪直接来拍破啦。对啦，恁吼恁是欢喜啦，对不对吼？啊，我了钱呢。不过你免烦恼。我从细汉，我爸爸给我的教育是啥？日本有一个将军叫做乃木将军啊，乃木希典。这人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在日俄战争的时阵，203高地，两个囡仔，厝的两个查甫囡仔，明知讲一定会死的，叫因去死。啊，因的囡仔嘛是真好呢，因老爸是将军啊。伊下骹人讲哦，要将伊个囡仔甲吊去后壁吼，讲 no， 去。因后生嘛知影讲，明仔载去冲迄个203高地一定会死，真正去死。乃木将军捌伫台湾做总督，而且伊乃木将军去当阵死以后啊，葬伫台湾，葬伫对呢，伫台北市吼。以前的殡仪馆，迄块土地，有人去看到迄个墓碑。所以我这边，咱要去日本的靖国神社要拜的时阵哦，我将乃木将军哦，我很推崇，我甲写伫文章内底。咱在底下有一个祭文，当然我即马阿未要公布，干那12月21日的时阵，我就要公布，第几公布？我写这个祭文吼，真正无好笑啊！我写一段以后，我无多写，受着台湾足侪代志啦。所以我是讲，咱台湾人吼，真真正正要安怎咱觉醒？我今嘛即嘛暗时定咧想，我要哪有法度让台湾觉醒？要让咱台湾人会当家己知影，讲咱家己是啥物人，咱毋是中国人，免咱互大人知影。所以我的志文写一段，我无多写啥，因为我目屎一直咧。所以啊，各位，台湾今日
咱免讲可怜家己啦，但是咱来自觉啦。咱台湾人一定爱了解讲，我台湾今日活伫台湾，我要替台湾做啥物代志，所以我定一直要求，即四千名若训练好以后，美国政府、USME 军事政府将台湾即个管辖权、即个政权交予咱的时阵啊，咱爱好好来经营台湾，咱绝对袂当贪污，啊，若贪污一定甲判死刑，你讲好冇？各位，台湾一定会当做比瑞士啊更好的一个国家，因为台湾有迄个质，咱有迄个质，咱莫有用迄个中国的文化、支那文化，迄、那个贪，咱莫用伊个，爱甲改，咱一定有机会。我定来你讲，1945年8月15日。到1945年的10月份啊，中华民国的部队还未来台湾的时阵，敢那亲像迄个时阵的日本311的大地震发生的代志，同款同款啊！迄阵全世界嘛震动呢，所有的国家，迄阵战争的所有国家，敢那台湾啊非常的安定啊，犯罪率零啊。各位。台湾人的骄傲吼，应该伫这个所在来展现啦。所以，台湾人，啊，咱勉励一摆咱台湾人啊。我家己个人啊，我已经什么都不管了。我要让台湾会当来自治，咱的后代有一天会当来建国，这是咱今日真大的愿望。所以今日。我的演讲啊，要到这，啊，明仔载到后日啊，哦，真长啦吼，后日为早时10点，爱讲到下晡的3点，迄真趣味。啊，但是过个一摆，恁伫遮的时阵啊，这本册一定爱有啦，爱读啦，哦，一定爱读，因为你读这本有真多我讲无到的，你为这本哦，你看会到，非常的好。各位，我用几年的时间写这本册，这真正是结晶呐！啊，而且我跟你讲，因为过去台湾这所谓国际法的专家，拢是受中华民国、中国的这种的教育，他们讲唔知影什么叫国际法。这本册是照国际法的这些战争法、万国公法、主人法、旧金山和平条约所完成的。每一个所在，我交代得很清楚，一点都不马虎，一点都没有感情用事。今天多谢各位，谢谢。起立，立正，起立，晚安。楼卡吼有准备点心吼，一楼。